生命只是一种等待，为了证明爱的存在。如果失去你是暂时的悲哀，又为何多少年人渴望你回来？如果相爱是一种无奈，就让我俩能回到这份爱。我的感觉想你能明白，无止境的等待。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，该为他想吧。爱虽然已不可自拔，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？想的爱，你幸福我开心，给你当你爱他去吧。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所有的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，该为他想吧。你们不知道我们认识对不对？第一次碰面要从大概就是前世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但当然今生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片五六七十几，2018年，2018年，因为我在我在台湾拍戏，然后那个导演应该是可能是找你谈主题曲或者是有个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在吃凉面，那你就进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跟你说抱歉，因为刚刚那个时候我是这样，你好，因为我很饿，不是这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。你是我写。让我无法对你假装冷酷，而我翩然起舞，像一个纯洁的树，紧紧拥抱你，就是我最好的倾诉。